维护好、发展好中俄关系，这是双方基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选择，更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要求。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双方我们打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旧时代的大国关系的新范式。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坚持永久睦邻友好，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当今世界霸权不得人心，分裂没有前途，大国不应对抗，冷战不能重来。中俄关系顺应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促进大国良性互动、推动新兴大国合作，都具有重要的价值。